王者荣耀爆笑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号称可攻可受、可以可谋、善能文的美丽善解人意、相对比搞笑、幽默风趣的鱼豆。新日粉的留言呢？还有谁？8554说，我有个朋友叫鱼豆，他脚很臭，之前脚被毒蛇咬了一口，抢救了一天，毒蛇才脱离危险。什么鬼呀、啊？到底是有多臭啊，才需要抢救毒蛇呀？好了，举报了。鱼豆语言过激，退出直播间。嘿嘿嘿，小伙伴们还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啊？一定要在下方评论留言呢、啊。豆豆看着真是超级开心的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成吉思汗啦，豆爷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来吧，小玄策，看看这个在念啥。还有你也敢讲，你也别想跑，吃我。算了算了，溜了溜了。嘿嘿嘿，这可不是怂呀，这是战术型撤退。大豆爷能伸能屈嘛？这波我就教你们做人，吃我素质三连，死吧小玄策。哈哈，你也别跑，让你秀恩爱，给我躺下。看见没有？谁说我怂啊？这就叫实力。开玩笑，射手我豆豆可是专业的，刚才的一切都是战术。怂这个词儿怎么写？我是不知道的。文盲女孩请骄傲。拆弹美滋滋。还从这边来？我看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！追着你，我就是一顿平 A， 加速也救不了你了，给我躺下吧！哈哈哈哈，强呀！呦，怎么可以这么强嘛？哈哈哈哈，这就赢了吗？太轻松了点吧！哎，别，我有复活甲，打不死我吧？气死你们！月水晶我也要削你！喂，跟着你！哎，你别顶我呀！死不了！这也太刺激了吧，血条都看不见了，但是爽啊！等我吸两口血，咱们回来继续。谁怂谁就是小狗，你们等着别跑！来吧，小野怪，变成豆爷的血条吧！我来啦，来啦啦！这就把我当岔了呀，我还没打够呢。哼，算你们走运，胜利果然很简单。小伙伴们问起来了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我的视频的呢？看看大家的缘分是从哪里开始的呀？嘿嘿，还。